今天我们看到的还是虽然民政和马华呢口口声声说他们认同他们这认同一些利民的政策，但是这个认同之余呢更显示出他们的无力，因为呢最终回到来主导是胡同，然后民政党讲我们不认同通过跳槽来获得这个政权这我们没有讲，但是当胡统做的时候他没有办法阻止，同时呢当胡统委任他官位的时候他也没有阻止，所以我想呢在这一点呢显示出呢国政的那个成员党之间的那个无力感，所以呢回到来呢如果我们真的可以放弃党派的不同的话，如果大家都认同华人新村要给力，那么大家一起出来拼一拼，然后如果我们认同某一个政策是好的，真正有没有勇气呢跟胡统决裂，跟胡统告诉他我们不认同你的种族主义，我们也不会跟你站在一起替你粉刷太平，如果有这个勇气的话呢国政的成员党才有翻身的机会，谢谢。寂寞啊，所以一定要把我给推下水啊！那都其实好了，谢谢。其实呢，那我们当然希望啊，就是现场的观众，我们非常珍惜，也感谢你的发言。那如果你有问题或是意见想要发表的话，非常欢迎你们呢，在我们等一下第六个环节呢出来就是发表你的言论。那我相信在这里我们每一位主讲人呢都有那个空间跟时间来发表。非常感谢大家的合作，谢谢。我要讲要公道吧，让他们讲话，你不同意静静，等一下你才反驳他，好不好？好。然后有一句话说哈，我可以不同意你说的，可是我尊重你的自由发言权，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看到的啊。还有一分钟呀、OK， 好，谢谢。OK， 我们现在就是我刚才要针对W 谢先生讲，我其实并不是在替胡统讲话，但是我必须要清楚的告诉你，69年的时候，当我们马华输掉这个政权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的总会长，包括我们今天的总会长，叫做翁思杰，我们同样有说，我们是不是为了做官来的？我们随时都可以放下。69年我们输掉这个政权的时候呢，我们推出这个国会，推出这个内阁。两年里头的无政府的这个状态紧急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他们所定的那些对华人不利的条文，一步一步的给差不多几十条给列出来，那个时候就是华人呢社团叫我们回去的。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也不支持，但是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公平正义。但你是不是要看到呢？你要看到呢胡统跟这个回教党抱在一起，这个是我们的隐忧。我先等下会再讲，因为时间到了哈，谢谢。非常感谢。好，我讲两句话啊。陈清扬刚才的历史讲的有一些错误，等下我再纠正。我这个是希望马华峰会振作起来，大胆一点。有些事情真的像副总说不，他们的声音太小了，我希望他大声一点，谢谢。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第三杯的环节，三杯打壶916经典。OK， 你看我们的 Round Three， 小姐，你是走一半的了。OK。
九一六变天，人民的期待和失落，再开炮一次，给蔡天强听。讲的那个比喻我非常认同啊，这个变天这个字呢来自毛泽东的这句话，敢叫遮夜变刑天啊。他在用一个另外一个比喻，刚才主持人也谈了，就是孙中山孙大炮啊。的确是孙中山来到槟城的时候，跟槟城的华侨筹钱要推翻满清政府，哎呀，我们要建立共和国，我们要建立一个民主制度，有人可以投票的。那些绑着鞭子的华侨讲，吹什么大炮啊？你可以像英国这样有英女王禁止那些的，又开炮了。十年前我们烈火莫熄的时候，我每一场演讲，那时候行动党很讨厌我，因为我一直讲我们要变，我们要推翻儒统，我们要取代国政。行动党的朋友，包括我们自己的啊，王乾南那时候还不是行动党，很多人讲你才一个 C 位你就讲要改变，好好的去努力拿这个 C 位出来才来讲。所以呢，当时不只是孙大炮，有安华大炮、蔡天强大炮，都是大炮。九一六也是另外一个大炮啊？为什么呢？这个是天要变，人民心先变，民心变了，天不可能不变。所以呢，我们九一六是表达了出人民求变的心理。人民已经表示说，我们不可以等，等多三年，我们国家经济会更败坏；等多三年，我们将看到种族关系越来越恶劣。啊，还不到一年，积极论就出来了；还不到一年呢，甘巴辛就被人家在国会里面攻击；还不到一年，我们就看到种种的妖言怪语出现。如果我们继续让这个局势发生下去，甚至下个月我最不想看到的，虽然我也可以再一次大炮说，最好呢，我们的副首相不可能继承我们的好好先生阿布拉巴达维做首相，我也是希望是这样，但是这个可能也是大炮，但是只要还没有成功，我们还会继续努力啊，避免这一个最喜欢吃蒙古烤肉的首相，这个安上我们国家的首相。这一点呢，我们把这个命运交给全民。九一六不是公正党提出来的，也不是民联提出来的，这个是全民要去努力的。我们更希望我们马华民政的朋友跟我们一起努力。所以呢，请不要啊，这个是恳求。请尊重他们的意愿，如果有马华、民政或者是国大党或者是沙巴烧业的党呢，改邪归正，弃暗从良，千千万万不要叫他们青蛙啊！青蛙如果你吻一吻，它会变成公子，会变成一个王子啊，可以是救美人的王子。所以我们不要把人家看到这样当作是一成不变，如果是顺着民意者，我们叫他们这个是进步的。所以我们要纠正一下报界经常用错的词语，他们讲霹雳变天不是叫变天，如果从退步的进到进步，这个是变天。孙中山革命是变天，毛泽东建立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变天，袁世凯复帝职不是变天，袁世凯复帝职是复辟，是反动，是政变。所以这个我们要分辨，霹雳州从一个进步的政权到
倒退到一个落后的政权，这个是政变，这个是夺权，这个是复辟。所以我们通过媒体有继续用拼力变天呢、啊、我建议了，即使光华日报我们也不给你背个他们的报纸，没有旗帜必须要做出来。变天是从退步的，希望做，他会成功。谢谢大家。